这是奥克兰这边在演出。奥克兰，今天是中秋节，唐人街那边也有演出。因为黑人在唱歌，黑人，你们在鼓掌，是吗？这边好像今天有一些展位吧，好像是。这是地铁的警察局，地铁的警察局，没有人，没有什么人问津的这边。美国这边就人太少了，没有什么人气啊，这边。没有什么人气。那边是一个广场啊，这个广场我有印象。然后这边有一些快餐车，这边有些快餐车。这边街区这边封闭了 ，Integrity 是尊严吗？正义啊 ，integrity， dignity 是尊严 ，integrity 是正义吧 ？integrity 正义服务和专业精神 ，out of service 不服务了 ，dignity 是尊严是吧 ？integrity 是正义吧？正义服务和专业精神啊。这边是。Medicine 街，这个美女都有白头发了，这美女。那边好像有一些露天的这个位置，是那种餐位，好像是。这都是西班牙语吧？墨西哥人的这些快餐车，墨西哥人的快餐车。它跟这个中秋节有关系吗？没有什么关系吧。没有华人的这些快餐呢，都是老墨的这些东西啊。Excuse me， 都是老墨的这些东西，是老墨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然后这边有一些流动的洗手间，这边。然后这边是一些什么小孩玩什么球，在这是地铁的什么什么电影啊，这是地铁公司搞的什么活动，跟中秋节没关系啊，地铁公司搞的什么活动。有点热，事件的志愿者 event volunteer，事件的志愿者，地铁客户，地铁顾客中心啊，这边在抽奖吧，这边大家在排队抽奖，哇，这么多人排队，这么多人排队，哇，这大美女真魁梧啊，这个子，哇，好魁梧啊，好魁梧，这大体格。这大体格，这是九连环吗？这是九连环吗？这是小的高尔夫球，小小高尔夫。啊，这个是洗手的，需要脚踏一下，然后出水。没出多少水了，已经不太好用了，已经不太好用了，不太好用了。哦 ，sorry， 这个
哦，这个门，弹簧一下子弹出来了。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。这个是露天的这种卫生间啊，上面是透光的。